那安尼啦，啊人都勇行勇行，安尼看倒咧就倒咧，啊，是敢若足严重诶。相公，相公有安怎咯？有较好无？啊，都还阁好好滴，还阁形容化什么身躯遐疼遐疼，敢若病甲足严重诶。啊，我是有去请大夫来甲看过啊，啊大夫就讲爸无病了。哎呀，哪会无病啦？无病哦，哪会害到安尼？一定吼是咱请诶大夫无好。我即摆哦，过来请到老诶吼。哦，免啦，免阁请。啊，我的病哦，愈来愈严重，遐疼的哦。爸爸，我唔知会变植物人袂。袂啦，爸，但是吼，你放心啦，若准讲吼，你真正变安尼吼，我会照三顿安尼吼，传汤匙啊吼，甲你饲啦。啊，啊，唔敢咧饲中风的，哎喂啊。公公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吼即摆紧来去请，请吼较好的大夫，你的病吼无要紧啦吼，你稍等下嘿。杀进来了！你，我就是大夫啊！你是大夫哦？啊，咱车拄啊好，啊，恁若知影阮家有人咧破病啊？代志是安尼啦，因为你有请一个大夫来看着无？对啊，迄个都毋是正牌大夫，迄是伫我遐的使用人。啊，我拄啊好出去往诊，啊，回来了后，伊伫咧甲我报告，我毋才知讲恁遮有破病人伫个。是安尼哦，来，破病人伫倒。大夫，来，阮爸病较真严重，麻烦你甲医治啦，吼。去了，先甲扶起啦。甲大夫到位啊，伊也毋着落来坐一下。来，即摆开始，大夫要开始来会诊。这位病人大人，请你这个手啊，甲牵一下吼。啊，都点按咯。我，你即摆创啥啊？点点卖讲话，讲话会影响到我的情绪。我即摆伫咧赞美。赞美用安尼？啊！你当作我的面，敢若莫打咧跳鸡公叫？对，哎呦，侥幸哦！你的面袂输敢那牛车伫咧赛路行，并点叫鸡鸡吼。哎呦，那是照顾我诊断无唔对啊！这位大人，你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，你的糖分伤高，你绝必有痛风，你的肝已经烂一边，你的胃已经下垂两公尺，你的十二指肠已经烂到剩一半。你的直肠已经是拢全空了，这款叫做虎烂嘴咧，虎累累。啊，他我根本我咧街边，我伊要甲甲看几堆。啊，大兵，大夫啊，听你安尼讲起来，阮爸病真严重，啊是有救无啦？那是拄到别个大夫啊，我都唔知影。啊，那是今仔日拄到我，算你的福气。我叫做归国主在世花朵。那你这病吼，我绝对有法度通甲你医甲好势好势。啊，要安怎医吼？简单啊！那你这病吼，我都安尼吼，因为你这肠啊啥吼，啊，甲胃、甲健、甲肝吼，拢已经生菇啊。啊，生菇了后吼，我必须要将你这肠啊、肠道吼，啊，摕出来安尼，啊，甲浸迄落叫做漂水，浸差不多7-9天了后漂清去，才过入倒转去。安尼就好起来。什么啊？要安怎摕出来？简单啊，我就用安尼就好啊。先开刀。别破。对。恁要袂见？来，啊，咱要徛好啊破。免破，我已经好啊，我规身躯内底迄一挂膏拢无去啊。哎呦，那真好用啦。你看卖，看我医术高明啊无啦？免破，恁老爸爸自然就好啊。安尼我有搞无？大夫啊，你确实搞，确实搞，确实搞哦！拍波拍波！好痛的啊！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你怎个老话相公认出来，是要哪甲解释啦？放心，那恁相公吼，伊敢若看我一面尔，认我袂出来，而且我这化妆术偌牛咧，我化妆安尼，伊根本都认我袂出来嘛。好嘛，那咧我问你，阮大官人咧破病，是安怎哦？你举这支刀在哪甲下？哎呦，你都唔知影咧，恁大官的病拢是假的。我若无甲吓惊，讲要甲破白流肠啊倒出来洗洗的吼，伊绝对伊阁假讲说伊有病。安尼你看，一声伊就漏气啊，就讲伊无病啊。意思是为我好。好，这个解释吼，安尼准过。啊是安怎哦？特别我甲阮大家斗阵的时阵，你嘛同款要变鬼。歹势哦，
那恁大家甲恁大官哦无同款，恁大家头一摆跟我见面的时候，用这个门，甲弄一个害我的鼻安尼吼，规个安尼拢结结内底，啊讲话拢鼻空声，所以我无甲刺激袂你啊，对无？好啦，莫生气啦。好，啊，这两件代志吼，已经拢解释过啊。我希望讲吼，你后摆吼，莫阁出来变鬼啊，好无？啊，我本来就是鬼啊，我后摆阁莫出来变鬼。哦，你的意思讲叫我莫插你就对啦。安尼回去，我通啊来去纳凉，拢莫插你的代志。好啊，请你去纳凉啊。反正吼，我即摆吼已经通过吼阮大家大哥的试验啊，应该是平安无代志啊。平安无代志喏，我阿你讲，你的代志要搁来，才规大堆嘞。我阿你讲，还有啥代志？恁大家官即摆心肝内一定伫咧想，想讲既然甲你有爱恁相公对无？啊，因两个一定会常常想讲，嘿，阮这个新妇吼，哪会当替我生一个金孙，唔知偌好嘞啊！搁未输敢那有影呢？哎呦，还搁结交安尼啦，未输敢那暗爽呢？正问呢？你敢人？你是鬼呢？鬼敢有法度通生人？禀告夫人，外口有人要来找你。是啥物人？伊讲是这周芳的家人。啥？周芳的家人？敢讲周芳的人阿无？阿佫活伫世间呢？夫人啊！那刚才那个周少爷，伊怎那样活的啊？啊，伊爸母活无啥奇怪啊。你家己也听无？赶紧去请人去就来。是。四十几啊，四十几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从即摆开始啊，周家的代志一句都袂使讲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皮啊皮啊，安尼，啊人去要来，啊唔去泡茶哦。哦，是是。去去。周夫人，这。啊。啊！你是啊！我昨日早起咧破庙撞到迄个小宝啊！哦，哎呦，周夫人啊！哎呦，伊是十年无看哦，真正有影拢袂认的啦！啊，你早起伫庙里哦，哎呦，佫穿甲安尼破破散散，哎呦，真正有影无怪讲阮袂认的啦！歹势歹势，啊来，请坐请坐，坐啦坐啦，煞毋知影安尼对吼，要出远门，阮翁就交代讲吼，莫穿新车呀，遐若无了吼，必要会麻烦啦。哦，啊，那安尼讲，恁即摆毋着真好过呢？哎呦，讲到啥物好过啦？啊，着吼，即摆阮翁吼，规间啊，即钱庄啦、当铺啦、啊布庄安尼尔尔啦。哎呦，阿婆啊，我听伊诚好言吼，认得啦，啊，趁少啦。阿平啊，哎呦，这怎鬼啊？啊！你这么还无礼数，什么阿婆？啊叫周夫人呐、啊！哦，周夫人呐、啊！陈夫人啊，你唔知影讲哦，你还阁会记得这样物件无？哦，这玉佩哦，哎呦，我当然嘛知影。啊，这当初时咱举办围婚的时阵，啊，拄啊好买一对，恁囝一对，啊，阮查某囝才一对。哎，啊是讲，这个玉佩哪无伫恁囝的身躯，哪伫个你遮？哎，啊！早起我就是甲你烧香心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少年的落落来，我家捡起来，安尼证明讲阮后生在恁厝的。啊，你即句话敢袂晓倒头问啊？啊！我知啦，伊吼，甲早起吼当作因囝啦。哎，啊，无我咧讲吼。哎呦！哎呦！我你是醒也袂啦，你醒也袂啦，哈！我叫你嘴较甜的，你先啊。你陪在上啊！你陪在上啊！唔，你陈夫人啊！哎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你毋是要阁叫阮后生出来甲我见面？你老师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老师，好，我是来叫，我是来叫吼，我是来叫吼。大好消息咯，阿姨已经找到你的亲生老爸老母啊啦！啊，阿姨，你嘛咧爱讲笑，我亲生老爸老母咯，早都拢已经过身去啊，我亲目睭看伊落葬的呐。哎呦，迄两个散鬼、见鬼、垃圾鬼，啊，卖讲啦，那我即边甲你找到的爱老爸老母哦，是安尼。有钱有势有身份，搁有地位的大好野人呢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咧讲啥？我若听到无啥啥。啊，讲到你这个囡仔，你看，
即个遮贵重的物件放进去，讲你也唔知影啦。哎呦，我当时放进去，我家己都唔知。哎，我是足傻的哎呦，迄放进了哦，真着时机哦，放进了即着时阵的啦。啊？哎，你敢知影？咱伫庙里拄到迄个乞食婆，迄个是啥物人？你敢知？迄是啥物人？伊哦，就是周俊生的亲生老母啦。伊是十年前迄个水灾啊吼，冲散去了后，拢毋捌见过面的。即摆周俊生生做啥物款？因老爸老母拢嘛袂认的。即摆看到你身躯有即块玉佩吼，伊绝对吼认为讲你就是因的亲生囝。但迄哪啊，我看伊穿衫，我嘛知迄是送鬼垃圾鬼脚脚皮啦。哎呦，你即个戆囡仔，你安尼讲都毋对啊！你看因穿衫穿到遮尔啊破衫，人因是好野人啊，出门凊彩穿，是惊讲用抢。因即摆有布装啦、钱装啦、盐装啦、干妈店单百货。吼，即摆我若是地方上是足好野好野人呢。哎呦，阿姨啊，啊听你讲，因真实是好野人哦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即摆我要叫你冒充因囝周俊生。啊，我。